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大家说一句心里话，说句比较实在的，其实作为一个制作人，多多少少骨子里面是有点傲气的，这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你总要站在一个上帝视角，你才能看得到，哎，这个艺人他哪些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哪些方面是不足的，然后呢，再给予这个艺人你专业性的、比较有建设性的这个意见给到他。 这样子的话，就感觉到哎，这个制作人很合格，并且这个制作人也很厉害。但是呢，每次我看到周深演唱的时候呢，其实脑子里面你就没有办法站到那个上帝视角去了，并且呢，你只能站在一个学生的角度去看他，因为你每一次听到他演唱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好像是不是我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不够啊？他做到以后，你才能想到哦，音乐原来是可以这个样子的。 啊，所以很多东西，当他演唱完了以后，我突然发现，哦，我这几年这么这么多的这个进步啊，或者对于音乐的一些认识，包括在跟别人合作的时候，我的很多的这种观点，慢慢的都受到他的很多演出的这个影响很深。所以啊，我发现自己，如果说你再说，哎，我去点评周深，其实我自己都说不出口，我只能说这期节目是我跟大家来分享。 当我看到周深的这次演出之后，我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感悟分享给大家？所以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有些人敢说点评，有些人说分享？因为点评的话，我是百分之百把握的，我是知道这个东西必须得这么做，必须得那么做。而分享呢，只是说，哎，我这段时间吸取到了他的这个营养，这个东西以前不是我的，但是现在我理解到了。 啊，并且呢，我可能会运用到我未来的一些工作当中，但呃，然后呢，我顺便也拿出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并不是谦虚，这个是真的一个心里话。那这一次是源自于在这个声音河流上面的这个演出，周深演唱的这首歌叫《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听得到》。声音河流这个交响师呢是谭盾，好像是花了十二年的时间。 才准备好的，啊，沿着这个从欧洲开始啊，沿着这个丝绸之路，然后呢，把阿拉伯半岛、中亚以及这个沿途的这些文化精华，然后最后到粤港澳吧，对吧？这些精华全部融入到这个交响诗里面，然后呢，把那些中华文化里面曾经那些失传的，或者说即将失传的，然后有很多的比较。 宝贵的这些东西拿出来，这些精华融入到这个艺术里面，让它能够保留下来。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功德性的一个交响师，因为它这个东西不光是一些文化，它快要消失；有些乐器它可能也要消失了。那也有一些这个独特的那些声音，你不运用的话，它也消失了。这些东西你如果单独拿出来演出，可能没有人看。 对吧？就像这个最近是吧？很多国风很很流行的时候，不是因为把以前的东西拿出来，是因为它融入了新的流行的元素。哎，这样子的话把国风这些东西都给它带火了。那谭盾有这样子的能力，并且他有这样子的心，所以他把这个文化里面的这么好的东西，他给它提炼出来，然后放在这个交响诗里面。所以这个本身来讲，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在这么重大的情况下， 谭盾选择了和周深再一次演出。其实说实话，有时候你第一次合作呢，人家讲一点，哎呀，表扬你的话或者什么东西，你你可能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客套话呀？反正就合作一次，对吧？没必要以后撕破脸嘛。那讲一些客套话。但是第二次合作、第三次合作、屡屡合作，那就不一样了。那那就是英雄惜英雄了，那真的是欣赏了。 那谭盾在这次演出之后，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呃，周深，他在排练的时候一个音也没错啊，一个节奏都没错。嗯、啊，他的时间是最短短的，但他演出却是最完美的，呃、啊，最完整的。这是他的原话。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呵谭盾可能有一点词穷啊。音乐方面，他的确是大师。” 但是呢，语言能力方面呢，你看他这么多次演出，对吧？他说第一次的时候，他说这个周深他能够跟交响乐一起呼吸，<laughs> 然后后面又说这个周深是一个艺术家，对吧？他他能用的词，他 <laughs> 他用的差不多了。啊，的确，语言方面他是 <laughs> 有待考究的啊。所以我呢，试图用一些这些比较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首先呢，我可能想先说说谭盾。谭盾呢，我比较有幸在我的上学的这个期间，我在音乐学院的期间，他过来教过我们，并且呢，他还邀请我们去看他的水月，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就是他，他把水啊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表达出各种各样的这种音音响效果出来吧。看不懂，说句实话，真的看不懂。 啊，那个噼里啪啦的各种人在那搞来搞去的，在上学的时候觉得好无聊，啊，但是呢，经过很多年的工作之后，然后也不断的学习之后，我逐渐了解到他在干什么了。那包括你看这次的这个交响诗名字叫《声音河流》，其实跟水也是有关的。嗯，其实以前这个李小龙在。 描述他的这个功夫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他说，其实他的功夫就是水的哲学，水它是流动的，但是呢，它装到杯子里面就是杯子的形状，装到瓶子里面就是瓶子的形状。大家再仔细想一想，周身的声音，它像不像水？它是不是一种很流动的感觉？是吧？它是不是很流动的那个感觉？但是它装到什么里面就是什么。 这一次他的演出前半段是什么？是男音，地水男音，男音这个元素，说句实话，有几个人听过？没几个人听过，对吧？是清朝末年的艺术。我当时了解到男音是什么时候呢？是周星驰在演这个苏状元武，呃、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叫不是苏状元，这个这个这个、武状元苏乞儿的时候。 然后家里比较没落的时候，大家来抄家，他在这边唱着男音，啊，我也不知道周星驰为什么会唱男音，可能就是他们那个地区的吧。但是因为这个文化，这个这个艺术太久了，这个艺术清朝末年的艺术，所以知道的人很少，并且你能流传下来的就更少了，对吧？当时你要，他是瞎子在这边唱的嘛，这个这个艺术能有多少人了解，并且当时唱的那些东西，你放在今天。 可能也不实用了，啊，所以这个艺术很容易就没有了，所以也能看得出来谭盾的用心，诶，把这个地水男音放进来。那周深在唱的时候呢，据很多广东人士啊，我还我还特地去请教他们，我说这个发音准吗？他说准，相当准，不是一般的准，相当准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这个香港地区、广东地区的啊好朋友啊看这个节目、啊 你们听听看，是不是很准啊？我我我问了一下我认识的一些广东朋友，他们说是很准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它解锁的一个部分。那在后面呢，它改成了国语，改成国语之后呢，其实一般的这个演唱没什么，但是呢，它一下子就感觉到跨越了一百年过来。后面它突然又变成了一个美声的模式。 美声的这个唱法，跟后来上来的那个女歌唱家用的那个呼麦，内蒙的这种以以前像这个王力宏对吧？为了发展呼麦，他也发展他的那个叫什么 c h i n out” 的那个音乐的风格，他也把呼麦放到他的那个歌曲里面，对吧？竹林深处前面出来就是呼麦啊！我们看到那个之前呃歌手吧，对吧？杭杭盖乐队出来的时候也。 把那个呼麦弄出来，呼麦是这个蒙古族特别特别有特色的一种唱法。那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然后美声、交响乐叠在一起，非常非常的令人震惊。我相信在现场听到的人跟我们在电视机听到的人不是一个感觉，现场听的人一定是鸡皮疙瘩直起。啊，我为什么？ 我没有在现场，但是我一定知道有这样子的效果，因为我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就在交响乐队里面，杭州歌舞剧院交响乐团里面当首席小号手，我演出了无数的类似于这样子的演出。这种演出你知道难度最大的是什么？这种演出难度最大的就是谭顿说的音准和节奏。 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用电脑修的，全部都是交响乐跟你你怎么电脑修呢？没有办法电脑修的，并且四四个交响乐团吧，是包括香港交响乐团，对吧？深圳交响乐团，还有还有其他两个交响乐团融在一起成一个 S 型在现场演出，和周深的声音，包括后来演唱的这个歌唱家唱的这个呼麦融在一起，当音准很准的时候，当。 节奏很准的时候，当他的演唱很完美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叫做情绪共振。为什么现在还用交响乐？其实以前我们做唱片的时候，最早都是交响乐啊，然后呢，后来配一点钢琴。好，合成器出来以后，就交响乐就缩小了，哎，变成一点点弦乐啊，对吧？然后。 合成器加上什么，那个它因为它能模拟各种各样子的声音嘛，对吧？我模拟一个大提琴，模拟一个小提琴，而且这些采样都很好，这些采样都是这个维也纳交响乐团的。然后呢，哎，四大件出来以后，现在电脑音乐慢慢的、慢慢的又被 AR 音乐可能慢慢的逐渐替代掉，好像是交响乐没有太多人用来跟这些。 流行歌手啊，或者美声歌手演出比较少了，当然也有啊，因为有些团体他要保证他们的这个存活度，啊、呃、或者是保护这些文化，它是有的。但是呢，随着这个成本需要越来越低的时候，这些艺术好像就消失了。可是从音乐性的角度来讲，逐步逐步的是在减弱的，它是不可能代替掉交响乐的。为什么？ 就是我刚刚说的情绪共振。你要知道你，你你用一个合成器做出来的东西，你用电脑做出来的东西，音色很好，音准很好，可是他的情绪是没有办法和现场的观众、和现场的艺术家、声乐家、歌唱家这些其他的乐器的人在一起形成共振的。当你的 音准很准的时候，节奏很准的时候，这个音乐发出来的这些东西，让人感觉到流连忘返的时候，让你感觉出来是在一个，是一种天籁级的享受的时候，演奏的人他也跟跟平时不一样了，他的情绪也带起来了，他的那个情绪，然后带动了旁边人的情绪，就形成了共振，那种情绪共振的那种享受，不在现场你永远没有办法享受到。 所以呢，当周深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无论切换各种各样的形式，都像水一样，那么流动着。然后呢，他装到男音的瓶子里面就是男音的形状，装到美声的瓶子里面就是美声的形状，装到流行的瓶子里面就是流行的形状，并且在后面那么多的转音，那么多的高音，你完全没有听出来那是高音。 为什么？因为它像水一样那么的自然，那么的自如，所以听从听觉上面感觉太好听了，太美了，太震撼了。所以无外乎，不外乎这个网友在那讲，这是地狱级的难度啊，的确是地狱级的难度啊。这个难度，如果不是周深来演唱的话，那就是一个地狱级的灾难。我能感觉出来谭盾有多么的兴奋。 他兴奋的原因其实就是一个创作者的原因，因为你能唱得出来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因为创作我花了十二年的创作，我创作出来的东西，如果一个歌唱家他没有表达出来，那我多难受啊！可是我觉得周深的表达可能远远超过谭敦自己的想象，他可能想象嗯周深能表达出来很好，但是他没有想到有这么好。 所以在演出之后呢，谭盾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周深是一个超级用功的人。他其实不止一次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有这种感觉呢？周深平时给人都是很刷宝、很轻松的样子，你根本就看不到他在啊很努力的、很吃力的在做一个事情。其实他在家都把功课做好了，啊，谭盾吃了这么多苦才写出这样子的东西，他太明白了。只可能是周深他性格就是这样子的，吃了多少苦不让外人知道。 不让外人感觉到，我上了节目，我就感觉到自己很轻松啊，就是像一个呃、啊、很平常的大邻家大男孩一样。可是背后吃的这些苦呢，我自己知道就行了。其实有很多的学霸也是这样，对吧？你复习了吗？嗨，昨天回家就睡觉了，昨天回家就玩玩游戏就睡了，一考试一百分呵呵，你跟他没有办法比呵呵。所以有时候这种呢，也也让人很嫉妒，对吧？那你没看到他努力吗？ 但其实说句实话，他一定是吃了别人百倍甚至千倍的苦，他才能有今天这个高度。我们先不说他的天赋，我们就先说他努力的部分。首先，他必须声乐这个方面这是跑不掉的，对吧？为了唱歌，他肯定要把声乐这条线给打通。声乐，大家很多人看到这个声乐老师教教学啊，迷茫啊，就不断的在在唱这个各种。 共鸣、开口音和闭口音，我从小耳濡目染嘛，因为我爸就美声演员，每天在家各种这样子练声。这种练声是跑不掉的，这种练声是作为一个歌唱演员是，呃，怎么说呢？就是它是必备的一个技能。但是呢，美声和流行，很多人在切换的时候就没那么自然了。大家仔细想一想。 是不是很多的美声演员？我们我不提名字啊，不拉仇恨啊。很多的美声演员去一些综艺节目里面唱一首流行的歌曲，你觉得味道好难听啊，好难受啊，是不是？呵这个肯定有很多人有这种共鸣的。明明他是一个美声的大师，可是他一唱流行歌曲，你觉得哎呀。 还是唱流唱你的美声吧，别唱流行了。你这个大师没必要把自己的位置给他拉下来嘛，是吧？那流行唱美声就更别说了，因为流流行的这个这些人，他共鸣呢，他往往都不像美声，对吧？美声的很多这种共鸣，他是打得很通的。流行的共鸣可能有的就鼻腔共鸣啊，就就用用就算了呀、啊。有些用胸腔共鸣用用算了，你头腔可能都没打开过。 对吧？很多的那个混音的这种共鸣都没有打开过，啊，所以呢，这两者能结合到一起啊，并且能够随意转换，其实没几个人，没多少人，因为非常的难。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当他在转换各种共鸣的时候啊，大家要知道一点，其实这就是一个移动的 HiFi，什么意思呢？ 其实以前不是很多人买那种音响嘛？音响有各种高频、中频、低频，么各种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产生？这些东西环绕在你身边，包括现在这个杜比特环绕你的耳边，是让你耳耳部是不会有任何的疲劳的，因为它会转换各种的频率、共鸣这些这些东西转换，让你耳朵永远有新的信息产生。然后在你耳朵接受一个声音快要疲惫的时候，诶。 这块就没有了，就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所以你没有办法疲惫，你永远在这种这个这个音频的这个享受当中度过。但是周深呢，他人体就变成了一个 HiFi，他可以自由的转换。其实最早的时候，我曾经拿那个惠利斯休斯顿给大家做很多的这个案例，给大家给给,给那些唱声乐的人来听啊，一个人是怎么样把这个 HiFi 装到自己身上的。 啊，这些练习是你们声乐里面应该有的必备的练习。可是真的练到这样子的高度，太难太难了，并且你能练到流行美声随意转换，并且没有任何违和感。其实这个歌将近七分钟，你从头到尾听，如果你不去动脑子，就是我就听，我根本感受不到他在。 这个什么什么男音切换成这个流行流行切换美声美声在上面个各各种技巧的这种展示，你感受不到为什么？因为这个音乐本身写的就是这个，我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听得到，就像水一样，一个水它各种各样子的这个东西，你感觉就是水，所以一个听众来讲，就是你通过不同的方式把一个水丢给我了。 这就是听众听来的这个东西，可是对于一个演唱者来讲，就非常困难了。所以这一点，周深基本上做到已经很完美了啊。那第二个呢，其实是欧美近二十年才有的一个这个训练，就叫声乐教练。声乐声乐教练是什么呢？声乐教练他跟这个声乐老师不一样的点是什么？ 是在于他要把你的音乐上面的各种东西技巧给你打通，就比方说唱音阶，各种音阶，你得很快很迅速唱到，因为你以后的歌曲各种技巧要用得到。我们常常说啊，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一个爵士大师，爵士乐的大师，就是他在最复杂的和声当中，能够走出一条最完美的旋律线，那。 或者是说，在最复杂的节奏型当中，走出最完美的旋律线，这就是最最厉害的人。就从技巧的角度啊不知道，当然音乐性是另外一回事啊。他如果一只是炫技的，没有生命力、没有灵魂的，那另当别论。单从技巧性的角度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声乐教练就必须在你接受到一些新的歌曲。 有可能他在难度上面会为难到你的时候，你要提前把这个准备做好，各种应接，怎么练习怎么练习怎么练习的做好。所以你看周深这次在唱的时候，后面那么多的这个转音，那么多的这个这个高音和低音这个东西上下在这跑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声乐教练应该让他做的事情，并且他也做到了。其实你看他的整个音准节奏。 你就像电脑调出来的一样，甚至电脑调出来的都没他这么自然。这个这种完美性的这个东西，声乐教练的这个练习要比这个声声乐本身的练习要还要难得多，因为这你要知道，在极短的时间空间里面，你要把这么多音给唱出来，并且每一个音的音准、节奏完完全全都不能跑调。 这没有办法后期修的，这是现场跟交响乐一起的，没办法后期修的，完全直播就一下子出去的。这样子的练习必须是实打实的，这种各种各样子的练习，平日里面一定不会少的。好，这个呢是音乐教练方面，声乐教练方面。第三个部分呢是要站在一个音乐制作人的角度，就像站在我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把你的声音变成一门乐器，所以这时候大家是不是想到了谭盾曾经讲的那句话？周深是能够让他的声音跟乐队一起呼吸的，他是一个指挥家，他是一个制作人，所以他的思维思考就跟我的思考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要第三部分要讲的，站在一个音乐制作人的角度去思考，去演唱这首歌。 你必须要把你的声音当成一门乐器，这样子的话，你当然可以跟乐队一起呼吸了，对吧？交响乐有什么样的乐器？弦乐组，大提、小提、中提、大贝斯，啊，然后呢，铜管对吧？有这个大号、次中音、长号、小号对吧？圆号，然后还有那个巴松啊。 还有这个双簧管、单簧管、这个木管这块啊，长笛，对吧？这些东西你都要结合在一起，怎么把你的声音融合到一个交响乐里面？这是一个交响诗，交响诗是要把所有的这个曾经失去的这些文化的东西，然后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烘托，给它展示出来，变成一个新的一个色彩型的一个画面。那这个画面里面呢？ 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比方说像男音啊，比方说像你像一些呼麦，像一些曾经失去的一些乐器拿出来的时候，然后通过周深的这个演唱，给他点点龙化金，点金化龙，对吧？点金化龙，对吧？点缀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因为你得跳脱出你演唱之外，相当于你一个踢球的人。 你你站在一个裁判的角度去踢球，那太难了。为什么？因为比方对方踢你一脚的时候，你不生气吗？你肯定很生气啊！你像贝克汉姆一样，一脚就把西蒙尼给踹了，红牌下场，对吧？那你你能像这个这个梅西世界杯一样，对吧？跑过去对那个荷兰主教练，嘿、哎，动作一做，对吧？生气了，因为你怎么怎么对我们的。 那就是你没有办法站在一个裁判的角度嘛，因为裁判是没有情绪的。你们踢球踢球，我是没有情绪的。所以，对一个唱歌的人太难了。你你得跳脱出你演唱，你得把自己置身事外，变成一个交响乐队里面的一个成员去演奏。你想这个难度有多大？这个难度是一种：第一是要有这种思维，第二个是要有这种音乐素养。 第三个就是有极大的天分，这种天分可能一辈子别说有人有，一辈子能想通的人就不错了，啊，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口气。口气是什么意思、啊？口气就是当你把一件事情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你是怎么把这个东西介绍给别人的？ 对吧？有一些人像，像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人家脱口秀对吧？Passion，对吧？这个这就是一种口气，口气就是力度很大，就是把我的这个情绪传给你，然后我是怎么看待这个事的，然后呢，或者是说，哎，我我表达我喜欢你，对吧？有可能说我喜欢你，有可能我喜欢你，对吧？嗯，我喜欢你，那心不在焉的，它都是一种口气，各种各样的口气，但是传递出来的内容就不一样了，所以。 你要把男音传给别人，你要把这个这首歌传递给别人，你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一种口气。其实周深，他最常用的口气就是治愈型的口气，是吧？他就是站在一个曾经发生过的这些事情，你听了他的歌以后，从他的歌里面你能听得到希望，你能听得到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能听得到有人给你一个肩膀给你依靠。 这就是他传递出来的一个口气，而这种口气的展示，是一个歌手他成功的必备元素。很多歌手其实这个方面是有的，这个我是承认的啊。但是周深的确特殊一点，呃，他或者是说他表达的更完美一点，他能够把这种口气让人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我在这个歌里面是能听到我想要的那个。 元素，或者说我想要的那个能量的，这种能量，什么样的人能给呢？这个其实跟音乐是无关的。能表达这种口气的，是你内心是极度干净的人，内心极度纯粹的人，你才能给得到，对吧？你像，你看，你采访一个小孩子，他跟你讲一句话，你听的就很舒服，因为什么？因为真，因为纯粹。你采访一个，对吧？这个每一天。 脑间巨滑的人，你就会感觉到你听他讲话就不舒服。为什么？不纯粹。他讲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带有那种，你听了就就觉得他在骗你，对吧？你听了以后就觉得他背后一大堆花花肠子在后面。这就是一种口气传递的时候给人的那种感觉。周深给你传递的这种口气，那种治愈型的这种口气，以及像他这种天籁型的，周深这次其实不是治愈型的口气。 他这次的口气应该怎么说呢？是一种，就是让你感受到哇，天空还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对吧？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美好的存在，他是给你带着一种探索欲，就是一种好奇心，一种探索欲，让你去迷恋这些东西，是这种这样子的一个口气带出来的这种音乐性的感觉，所以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太难得了。 所以，光是从这种努力的方面，你看看，我已经总结了四点了。当然，有可能随着时间的发展，我听周深周深的这个歌再多一点的时候，哎，又解锁了新的东西。我在想，哇，当时还是没看通，还是没看懂，对吧？当然也有这个可能性。光是从努力这个方面，我想已经不得了了吧？其实说了这么多期的周深呢，我内心里面是有些使命感驱使着的。 原因是在于我们的华语乐坛是太落后了啊！如果说音乐和足球是我们最落后的东西的话，我想音乐比足球还要落后的多得多。因为足球你，你都你怎么样，你还能拿得出来跟别人 PK，对吧？你跟日本队踢啊，零比七，零比七就代表好，我如果全力攻出去的话，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后果，我就是七个球的差距。 那我可能死守，我是守一个球，但是我死守只是战略战术而已。但是我们的差距其实就是七个球，因为我们是正常对攻的。这个你还能认识到自己。音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差的时候，你认识不到，并且你有可能还觉得我们音乐挺好的。当然我也很开心啊，在我的这个频道里面有很多的好朋友听了周深的歌以后，他们知道什么是好音乐。 知道什么是好的歌手，所以我每次说周深的时候，我总觉得说，如果能多一些人能听到周深的这些歌，并且通过我的节目能够给大家稍微了解一点，知道什么是好的音乐，那么对于华语乐坛也多多少少我们起到起到一点点认知的作用吧。啊，可能我也觉得自己会有一点价值。嗯，你想前段时间。 歌手二零二四那个节目，对吧？才来了几个国外的歌手，那些歌手在国外可能也就这么回事儿啊。但是到国内来呢，根本就没得打，真的就没得打，不是一个级别的。人家的音乐在干什么，和我们音乐在干什么，都不是一个概念。就像我刚刚讲的，人家的歌手早就把人生当一个乐器了，并且人家的歌。 从最初是唱出来的歌，现在变成了听得进的歌，什么意思呢？就以前追求唱得很爽，但是唱得很爽不一定流传度很高。就目前来讲啊，不一定是流传度度很高，你可能在 KTV 里面死了都要爱，你现在在街上，当然它流行了一段时间，你现在在街上再放的时候不一定，不一定大家还爱听。 对吧？但是呢，有些东西呢是唱起来很难很难很难，但是能听得进去，啊，以前出现大量的这些歌，是因为有卡拉 OK，哎，可以大家一起嗨，所以能把这个歌给嗨出来，所以唱得出来和听得进去已经早就变成两回事儿了，啊，并且呢，海外的这些音乐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 有那么多年的这个历史，踩着这个历史的脚步，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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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面发展的，它每一次都是有个台阶的，不像我们其实没有。我们现在其实很多的就分分两部分嘛，一部分追求一些新的元素，追求一些新的。哎呀，国外现在在流行这个，我拿点那个元素过来用，没灵魂的，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所以就直接就拿出来用，好像就觉得自己很酷一样。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听老歌，啊，听老歌，哎呀，我就喜欢八九十年代的歌，九十年代、两千年的歌，这些歌的话，跟对吧，有有有一些这个我们的故事。那当然，作为听众来讲是 OK 的，因为你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确他给你带来了这么美好的一段回忆，你是忘不了的，对吧？就像我偶尔也会听听,听罗大佑的歌，也会听听这个周杰伦的歌，为什么？因为。 你抹不去的，你从小生长的环境给你带来的，对吧？我小时候看那个《阿郎的故事》，那个《你的样子》那首歌曲就打在我的脑海里面，我时不时罗大佑的这首歌就出来了，对吧？九七香港回归的时候，这个刘德华唱的那个《东方之珠》，你也没办法，那个就是刻在你的脑子里面，对吧？可是你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现在的年轻人，他接受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现在接受的东西，就是现在这个世界要给他们的这个东西。如果华语乐坛，嗯没有新的东西、新的这个有生命力的音乐给到他们的话，他们接受的是一些比较垃圾的东西的话，你你你不用怕，他会把你，就是说他他接受了以后成长会怎么样？不会的，他会把你抛弃的。他听国外的东西去了。所以文化的传承是很重要的。你看这个之前黑悟空刚出来的时候。 你一下就突然感觉到哇，中华文化得到别人的认可，多么的开心啊！我们中华文化那么多好东西，如果在音乐这个方面你没有认知的话，那么你未来就失去了。你未来十年二十年，就是最大的东西，最大的怎么讲呢？残忍的地方不是在于他批评你啊，是在于他不关注了，他脑子里面没你了。就像你，你脑子里面有。 越南电视剧嘛，<laughs> 你有可能看到几个恶搞中国电视剧的，对吧？你有越南音乐嘛？有恶搞中国音乐的，对吧？你可能听听。你有缅甸的音乐嘛？你有你有这个什么 <laughs> 柬埔寨的电视剧嘛？你脑子里面没有这些东西，文化是很重要的东西。你像现在一个国家这么强大的这个基础上，能够支撑它继续往下走的就是靠文化。所以呢，像周深的这个音乐出来之后。 我我想，我们通过点评周深的，呃，不能讲点评了，分享周深的这些歌曲，分享他好的地方在哪，然后呢，他怎么把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的这个东西介绍给全世界的？我觉得这的确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一点有使命感的事情啊，不然的话，我说实话，你真的你做个自媒体点评点评歌手没什么意义，所以我点评歌手的时候。 可能有些歌手他某一个点有亮点了，我就愿意拿出来说，我就愿意说，哎，把他的这个东西拿出来给大家来看看，哎，这些地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呢，我们要结合自己的文化，再结合一下流行音乐到底应该在干什么？现在流行音乐在往哪条路上面在发展？那当然，周深他好的地方是在哪呢？是他不光是把国外的这些流行音乐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路线走出来了。 他并且把中国文化的东西加进去了，呃、哦，我常常在说，你像海外的这些音乐，它最注重的什么？流行音乐注重的是律动感，律动感就是一种，呃，运动这种应该怎么讲？它的这种运动感在节奏出来之前，它是带着节奏出来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那种。而中国的这种独特的文化是什么？是韵律感。 韵律感更多的是代表我们的这种儒家的文化，温良恭俭让的这种感觉，然后你更能体会出中华文化之美。你要知道，中华文化从这个中国的文字开始，和这个西方的这个英文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西方的英文全是逻辑性的，中国的逻辑性不够，对吧？什么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全是画面感，全是闪点文化，它没有逻辑。 可是我们的这些闪点的这些文化，我很细很细。你想，光一个“我”字，有多少种表达方式？英文可能只有 I、me，对吧？没有了。中国有多少？你要站在一个这个皇帝的角度，对吧？有朕，有寡人，对吧？这个有那个什么妃子的角度，有什么臣妾，对吧？然后从臣的角度，有微臣，对吧？有这个小人，呃，有这个洒家。 三百多种，真的，光一个“我”字的称法有三百多种，就代表中国的每一个人伦之间的这种韵律很深很深。这种韵律性的文化是我们特有的文化。你看，我们听京剧的时候，对吧？一个音就是来回的转，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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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吧？之前其实王力宏也尝试过蛮多的，对吧？以前什么在梅边啊，什么那那些歌曲啊，尝试把一些京剧的这种韵律的东西加进去。但是呢，他毕竟是受西方文化起来的人，所以他那个骨子里面，你觉得还是西方的体系，他不是这个中华文化的体系。但是周深的演唱，你就能感觉出来，他就是独特的中国的韵味。可是他是现代流行音乐的感觉。 它代表着一个流行的一个最前沿的感觉，那这种如果说我们把它介绍出来的话，它就是中国的一张名片，中华文化的一张名片，对吧？你想当年奥运会的时候，刘欢出来唱了《我和你》，是吧？当时其实很多人提倡让另外一个歌手来唱啊，但是还是让刘欢来唱，那是代表这种文化在那个时期。 OK 的，我觉得刘欢和萨拉布莱曼在一起的时候，完完全全把中国的这个形象占住了。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刘欢的整体的这个形象，就像按按照这个业内的文化来讲，就是他的性魅力不够，性魅力、性张力不够，这个也是挺大的问题的。性张力是代表一个人的个人魅力的，对吧？你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一个学术型的一个人物。 你代表着整个文化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差那么一丢丢。呵呵虽然它已经是一个啊，在中国来讲已经是一个大师级的 OK 的这个高度了啊，但是现代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要推崇一张中华文化的名片的话，我想周深真的是能张一张名片来用的。当然，我知道很多好朋友说啊，这个周深能到。 这样子的一个高度啊，那就是他的天赋嘛，没其他的。不可否认，天赋的确非常重要。我之前有一些节目就专门聊他的天赋在哪儿了。嗯、呃，天赋固然重要，但是我相信其实有很多人都有天赋，大家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这个爱，缺的你真正爱这个东西。有一句话叫什么？失败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就是在考验你是不是足够热爱，你足够热爱，你是种因不种果的。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目的了，你并不会追求说这件事情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的结果。你做的同时就是你做的目的，这个就是你能走到今天这样子高度，周深一定具备的东西，足够的爱。 大家还记得周星驰以前拍戏的时候，在做后期，人家说你加这么一点点就好那么一点点，我们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就好那么一点点，有必要吗？观众都看不出来。周星驰说有必要，因为你每一个地方好一点点，当很多地方多了以后，好的就不止一点点了。所以足够热爱之后，其实你不会追求一时的得失的。 我相信周深在从他唱歌的时候，一直到今天的这样子一个高度，中间经历的失败是难以一般人可能你要把它作为目的的话是难以承受的。谁能一开始就能唱成这样？天赋只是说我的意识有了，但是你的技巧必须从零开始，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任何人面对一个新的技巧都是从零开始，对吧？之前我们看。 有一些人哇，说话语速快的不得了。你去采访，你看他以前的视频，可能他是个结巴，他是个口吃。拜登好像就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看网上有他的这个视频的。我以前的小号老师，这个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陈佳明，舌头哇快的不得了，吹《红色娘子军》的，中国第一版《红色娘子军》就是他演奏的。可是你要知道，他是个结巴，他口吃，他讲话嘚嘚嘚嘚半天得不出来。 能念出来的很多东西，你足够热爱的时候，你的缺陷其实没有人是完美的。我相信周深也有他的短板，可是他的短板你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他足够热爱的时候，他的短板被他弥补了。所以其实热爱，我相信是我们能够改变华语乐坛现状的唯一的点，因为足够热爱，我们愿意听这些东西，我们愿意聊这些东西。 我们愿意在这些东西上面，即使产生了争执，我回去以后还是不断的去思考。我不会说，哎呀，这一次我跟你争，我输了，所以我我不玩这个了。我的目的是赢，不是为了赢，目的只是为了热爱。我们只是为了在聊这件事情的本身就已经达到目的了。所以我想，这个使命感，一方面是我觉得说自己可能有些价值在，另外一方面，我也是真的爱这些东西。 我也希望我自己的这些爱，能够传递给大家。这些爱，不光是对音乐的爱，是对于这种探索精神的爱，也是对于真正有这种能力的人欣赏的一种爱。啊，如果华语乐坛，华语乐坛能够有一波人，大家愿意来做这些事情，愿意说，哎，我们把国外的一些好的元素。 和国内的一些好的元素，想办法给它揉拧、揉合在一起，不是揉啊，揉合在一起，看看能不能碰撞出一些东西。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那么中国乐团还是迟早有希望的。至少我们看到了谭盾在做这件事情，对不对？谭盾在把这些古典音乐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人听了，对吧？现在有多少人去音乐厅里面听那什么拉德斯基进行曲？ 对吧？去听这个贝多芬交响曲，很少，都是专业的人士在听，都是要学音乐的小孩子家长带着去听。你真正的说，我今天这个周末了，我要去听一个交响音乐会，很少。可是你把这些东西和一些新的元素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做的这些东西就会激起一些人的兴趣。比方说，有些人学男音的，对吧？ 他就会想，哎，那他跟交响乐在一起会是怎么样，对吧？有一些人就会学京剧的，他就想，哎，京剧变一个法子以后会怎么样？那虽然说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态度，有些人很保守嘛，说我们、哦、京剧不应该被你们这些流行乐这样子糟蹋。但是他是足够热爱的，允许有这样子的不同的声音产生。可是足够热爱就够了，足够热爱的话，大家都是在为某一种音乐。 为某一个文化方式的传承，在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那么中华文化就能传递下去，那中国的音乐就能往前走一个高度，而不是停留在说以前的歌就很好，我们不需要新歌了，我们不需要再往前走了。啊，你要当我们不往前走的时候，你会看到，对吧？其实海外还有一些人，还有多少人关注中国的一些音乐呢？啊，很多人是不是除了听周深不听别人了？ 很少了吧，对吧？可能还有一些残留的，去听听一些周杰伦，听听一些罗大佑，听听一些以前的一些经典的声音。可是新生代呢，还有几个大家在关注呢？很少了啊！所以我想，周深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他对于这个音乐的爱，能让我们感同身受，或者是说达到一种情绪上的。 共贫，我想这种爱应该能传递下去吧。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